多多指教，请了。切磋武艺不比行军作战，用兵法取胜，会一时疏忽，尚在意料之中。 阁下武艺之精妙，实在令人佩服。伯父经常提到阁下具有非常之勇气，适才所见，确实不假。于立志辅佐明主平定乱世，铲除奸凶匡正天下，阁下的勇气，一定也能激励于继续前进。